烫一下哦，先看你们要哪个色，因为真的太难选了。那我介绍一下我身上穿的这个杏色的好了，好不好？那跟你们说这款的话呢，近看一下面料，它是也是棉料，然后是很细很细的坑条，没有不会透。里面我觉得直接穿个小可爱就好了，就是我夏天最喜欢穿搭的，因为我觉得穿内衣很热，所以我都是直接穿个小可爱，无论美背或什么都可以。然后它的那个领口挖的我觉得很漂亮，就是这样子。很刚好，所以你说很露吗？其实我觉得不会，就它挖的是很刚好的位置。那锁袖的地方呢，也是都，就是这件都是有弹性的，锁袖的地方我觉得也很看起来很显瘦。然后重点是它是短版的，是属于短版的。好，那如果说你们都有买我们家的高腰宽裤或是短裤牛仔裤系列，你不用担心会露肚子，好吧？因为它这个就是只要配像这种宽裤啊，就完全不会露，就是刚刚好，然后你也不用扎这样子，就很好看的。好，杏色给你们看一下，200块而已，版型真的很好看，而且很显瘦，很夏天呢、欸。包色就对了，红炉真的很显瘦，很显瘦。然后我觉得这夏天就是穿起来很舒服啊，然后搭个外套，其实又不会透的那种调，它不会它里面的纹理。对，然后它这个杏色还蛮特别的，就是夏天不要那种亮色，然后可能加着那个墨镜比较好看，好不好？没错。那我要穿其他色了，因为我觉得三色都很漂亮，这是杏色哦，你们喜欢可以加。我换一个卡其色，卡色好了。这个我觉得搭那个编号几啊？那个吊带裤，你们有编号零一？哦哦，等下吊带裤来一下。好，卡色是我觉得今年真的很流行，就是卡色系列或是奶茶色系列这样子，卡色穿起来也蛮好看。然后我觉得配个宽裤啊也可以，如果说配个宽裤也都很好看。对，然后或是你们穿什么牛仔长裤搭配也可以。那牛仔长裤也 OK， 如果你搭深色的长裤也可以，浅色的也可以，然后或是搭吊带裤，我觉得都超适合的。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长短的位置，我个人觉得我蛮喜欢的，就是很刚好，不会太短，但是又不会过长。没错，它就是很刚好。如果配个吊带裤去穿起来都 OK， 这样就穿起来很轻松，对不对？然后吊带裤里面质量有点微短，也不会太露，就配个吊带裤也可以。然后或是最简单的一个短裤，然后就搭了一个小外套就可以出门咯。好，那卡色的是这样子，给你们看一下近看，卡色的颜色也很美。很美，然后还有一个红色，红色快速套一下，因为我刚好像有穿红色，有刚前面短裤的时候有穿红色，哎，真的你可以加，这种是夏天怎么搭都好看的一件，因为弹性又很好。彩鱼帮我打编号，杏色没了，好，杏色没有喽，卡色跟红色都还有，好不好？你们有喜欢可以加，那这个如果喜欢杏色的话，愿意等的话也可以加，我就等预购。预购酒红色是这样子，它是有点酒红的，可是我觉得这个红色也好看，它不是那种大红色，不是大红，就是衬肤色的那种，也是很漂亮。红，对，就是显白色，所以这三色真的很难抉择，因为真的色泽都很漂亮，然后版型穿起来都很爽，后面的话就是素素的这样子，夏天必备，夏天必备款，好不好？酒红色、杏色、卡色的，穿起来都很碎哦，就碎耶、欸！这个真的是要戴两次不行的那一种哎、欸。我觉得这就是好搭配，就是简单素素好搭，然后你可以选那种家里比较没有的色型。